那你讲伊大陆妹。维尼哥。大陆妹。比较彩黑啊。差多呀。啊。哦。啊，我唔是第一去几多买迄个。几多买？一单去看。去那个导览看，哎，唔是哦，但是咱讲迄个野菜吼。大陆妹，大陆妹是点么球球迄种？哎，球球的啊。球球的。暗暗点暗暗。哎，对对对，啊啊，有诶讲我是莴苣啊，其实应该拢讲大陆妹。继续行驶700公尺，然后保持右侧。哎，买使食青的，有咱无去搭食咧包包物件，嘿啊，自由自由咧包，嘿嘛是啊。包行吧，对啊。啊，我行较过啊，甲看迄搭，哦，伊还佫用一箱一箱啊，啊，是啊，一斤四十啊，啊，伊人伊一斤才25呢，一包起买已经剩一丝仔，伊人讲，啊，你这个没有了，啊，地瓜叶没有了。一过来下了了，一过来下了了。不是啦，人伊无要赚了济啦。大家种的，有可能家种的，我来去批发啦。只是我的栽培，逐工卖，我伊这个，要可能利润要达较高，啊，人伊较轻松。继续行驶于万方新海路交流道，然后保持右侧。你平面啊卖一斤49，人伊只卖35。到35，我差14块呢，分差14，一分，一分是点啊，无啥差啦。一盖买一点啊，是无啥，买最差真多呢。个咧菜拢一粒的啊，真少咧切一根嘛，一平啦，袂当切足细啊。是嘛？请进入右侧车道。贵啊！那在切贵啊！哦，你要买菜够咧贵哦。以前就咧贵啊，大家都拢也阁无降价啊。25到40，嘛是搁差15块啊！嘿，听我搁买半斤的菜，半斤外的菜。啊，有怪，大家拢知影，一看就袂了。嘿啊，我逐工伫遐咧买，逐工伫遐买拢知影讲。计钱哦。计钱哦。啊，大拢知影计钱去40啊，我讲拿摕一斤，我就摕40要给伊，伊讲啊40几，我讲啊我唔是无要一斤，伊讲啊迄都袂拄好，好啦好啦，我紧买40。行驶一公里后，从右侧匝道离开，经由木栅新店交流道前往国道3号。有咧新打，但咧落，迄边靠坑，迄边靠坑呀。